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活动当初的设计是这样，就是它不是一本专门的技术的书，当然也不是单纯只有这样说说故事然后就没了。我们希望这本书的设计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对于我们一直以来经历过的事情有一些激发，就是激发大家的一些感受，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受到一些启发这样子。那当然里面也会穿插了一些技术的部分，而且这些技术会跟我们在讲的一些我们经历过的故事是息息相关的，包像是我总共参赛 Barista 的那个比赛，我比了7届，连续比了7届，然后三次的世界赛。所以在这之间呢，我并不是说一出来参赛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在 support 我，然后我也不是那种所谓的天才型的一出来直接就拿冠军的选手。那我们这7年一路走过来，每一年我们都会发现自己还有一些不足，然后我们有一些改进的方向还有空间，然后下一年呢，我们基本上都会针对这些我们发现的问题去做改进。所以我把这些改进的东西就是变成一个技术的章节，然后穿插在书里面，所以各位在看的时候，我相信应该都或多或少都可以有一些收获里面的技术不是那种写得很硬的，而是比较像是心法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观念上面跟大家做一些沟通。